一到夏天，很多女士都喜欢穿短裙短裤，手会看伤点样减 hip 柜啦。以下教你两个动作，而家开始即刻隔日做，嚟紧呢个夏天就可以帮到你噶啦。而家我教你一个动作叫做 hip toss 嘅，咁曲脚分平喺地下啦，臀部用力升起，同时呼气 ，keep 住重复做就得噶啦。好，咁而家教你一个叫做 ice skater 嘅动作啦。这个动作是用臀部发力嘅动作嘅。咁做呢个动作嘅时候咧，要注意平衡同埋后脚尽量唔好掂地下嘅，重复做就可以了。